看你阿公要爬树了。他没有要爬树啊。他钓鱼，你阿公在平常有没有海钓？打得到吗？卡着啊。哎呦，你别让蜜蜂掉下来呢。动啊！对呀、啊，已经经过一天一夜了呢。我怕有破皮嘛。不会吧？那个给我。戳得到吗？哦、哎呀，你谁叫你长那么矮？那怎么办？你要把它敲下来啊、哦！哎，它不跑哎哦。哦，掉下来了，进去了。小头，大头都在我家。哎呀，你要站好呢。小部分。你看他拿鱼竿哦，钓收风龙。你这高度至少四米哦，四米到五米有哈、哦。有。对呀、啊。你这样把它撑着哈、哦，看看我。你还在上去搞？给它进去不就好了？哎，真的不进去啊、哦！这个难呢、欸。小心嘞啊、哦！哦哦哦！怎么爬上去？有爬上了。哦，你那个笼子很味道很重哎哈、哦，每次弄都每次都爬上去。哦，这里很高哦，大概四米高，你看。雪球带他孙女过来看阿公抓蜜蜂，阿公很会爬树。找到王。找到王了吗？有啊，老弟，网友找到哈，有，好，剩下就残风收一收了。这群算蛮乖的哈，这群蛮乖的，对呀、啊，哪有乖？刚才就乱飞。那是因为你去鸟人家、啊。我养的都蛮很乖。啊，重新聚一下。对呀、啊。你刚抓这个蜂王大不大只？看看，哎呦！Wow.
看拢无。我确定有蜂王就是了。雪球大师出马，又抓了一窝蜜蜂。一个礼拜抓一窝，一年50窝。哎，以后你要拿一个旧巢皮啊，放在我这个树上，放矮一点。旧巢皮它们会上吗？是阳光会。飓风，让它在旁边结团就好了。搞定了吗？搞定了，可以打道回府。你看，我抱了一窝蜜蜂，换了两条马什么鱼啊？马头鱼，这一斤要1000块的马头鱼，然后两条2000块，我抱一窝蜜蜂，价值2000块啊！我会常常抱给你哦。妹妹，可以跟阿公一起回家了。啊、哦，上次那窝跑掉亡了呀、啊，好，打道回府，哎，顺利成功。你看，雪球抓蜜蜂哦，都开拖拉机过来，本来要开消防车的，消防车今天没空，开拖拉机过来。好，拜拜啦。拜拜，谢谢喽。